大家好，这两天我们看到各大评论区啊，包括我自己的，有很多杂音，不同的声音啊。有的人说，小葵跟冬啊，养活了我们整个团队；还有人说，我是导演，然后小葵呢，是受害者。我也不知道发这些声音的网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呢，这里有一段视频，大家如果看完这段视频，跟现在的这个人来比较之后，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。我今天来第一个就是说落实一下这个装修的事情，这两天去采购材料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帮你去那个金店看一看三金到底要多少钱。哎呀，你现在别说那么多，反正我谁知道女儿子心呢？看她还是同意不同意嘛。反正我家里就这个条件，实在没钱。哎呀，我说我路费钱都没有。人家不是为了你的钱，他处处维护你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你这个人，他觉得你人可靠。我能怎么可靠？我吃的上顿没下顿，他哪里傻子？他都嫁给这种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说人可靠，不是说人可靠，没钱也不好过日子。特别是还个人能过那样的吃糠咽菜的，你会吃不？大家看完这段视频有什么感受？他是不是受害者？二哥如今是风生水起，我相信他那个村庄比他过得好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以前大家都口口声声说二哥小沈是剧本，二哥是受害者，但是到了今天呢，这是不言而喻。曾经说那些话的人在拼命的打脸，人不可以貌相。我们在做什么事，我们是不是出于真实目的去记录一些东西，陪伴我们很多年的老粉丝都知道。好，我们就不说那些，我们有请今天的主人公二哥上场。师傅，你好师傅。大家看一下二哥现在还原先的样子，真的是天差地别。你现在多少体重呢？现在160多斤。原先呢？原先140，整整胖了20斤。所以说也来自我师父，我也是给我师父到我家里蹭饭，遇到了这段缘分，所以没有我师父样的我也没今天，也没脱单，还是以前的我，种了那在家里面种了那1亩3分地。现在是跟着我师傅一样的，每天都是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是啊，人的精神面貌，好了，老婆娶了，是啊，儿子有了，这是别人羡慕咱的原因，我也希望你是越来越好，是，也来自也会感谢我师傅，没有我师傅成就这段姻缘，我现在也没脱单，也是在家里面，当时他。一家三口还有老母亲，是天天喝着小酒醉生梦死，但如今他把酒也戒了，儿子也有了，事业也有了，真不像大家说的我把他拍废了。你当时担不担心我把你拍废了？哪里会担心呢？那时候就是说我就是一个什么也能，就是说就实在的人嘛。现在是我师父然后拍我一样的，就现在把我拍服了，然后也来自我师父又给我签了这段姻缘，把你领上了阳光大道。阳光大道，领到了做自媒体这条道路上，然后也认识了我是我媳妇很好。其实网友们都知道，是但是一些新关注我们的人他们不知道，是所以希望大家在评论区一样的，我师父是个好人，你看过我们的视频，从头到尾看过我跟我师父的视频，大家就知道我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我家里一样的，以前是一层房子，现在是也是还是一层房子，一层房子装修好了，也感谢那些帮助我家里的那些粉丝。
也来自我师父。我师父。如果您想建，现在很多人愿意给你重建房子，但是我们要靠自己能力。是啊，我也靠自己的努力。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了，不是说加个层、装个修完全没问题的啊。确实是啊，反正要靠自己的努力嘛。大家都看着你越来越好了。今天我们依然来到了小辉家，我们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再看看他两年后的样子，请大家记住这个画面。来，小葵，怎么今天又穿上牛仔裤了？皮鞋，皮鞋，跟我当时认识你的时候差不多。对，你知道二哥，你看过我拍他的视频没有？看见过。他以前是什么样子？他以前也是，真的是贫，那个贫寒、贫穷啊，什么都知道，家里那条件也知道。现在呢？现在好多了，现在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也来做师傅。现在村里啊，嗯，没有几个能比他好的。对呀、我希望你将来也是一样。是，就是说自己的努力。是不是？现在虽然对，现在可能是村里比较拖后腿的那户人家。是的。但是两三年之后，你肯定会超越村里很多人。也有这个信心。有些的信心。特别是冬儿那个娶回家了，是吧？我挺高兴啊，冬儿娶回家，我妈也高兴，当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。是，我看得出来，而且全村人其实那天都在场啊，只要在村里的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要那么隆重迎接冬儿回家哈？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做视频，然后而且视频目前来说啊，大家喜欢看，也流量比较大，所以一发出去大家都知道了。假如我们简简单单，那么网友也看到，但是冬儿的心里就不一样，是吧？对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，是吧？一点分量都没有。是的。所以我们要用隆重的一个迎接仪式来告诉所有关注的网友，我们康家是在乎冬儿的，是对他好的。我话又说回来，冬儿是不是诚心诚意，来到他们家了，跟小葵谈恋爱，是不是真的呢？那这个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下看，这个不用着急。我们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，目前我左右两边，大哥已经成功逆袭了，比较靠后的小葵家，能不能再近一两年，让他们全家翻身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这期视频只是想跟大家说明，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少一切异样的声音。感谢大家。